好，接下来上场的运动员是来自北京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的金书贤，短节步排名第一位。开场的第一个跳跃，勾手三周，接后外点兵两周，完成的非常好。后内点兵三周，接后外点兵两周，后外结换三周，后内结换三周，跳进入的燕式转，非常好的加速，编排接续步，第二个勾手三周，接阿克塞尔两周，再接阿克塞尔两周，完成的质量非常高。我们看到这名运动员的起跳的动作非常的扎实，后内点名三周，后外点名三周，联合旋转，定级接续步，非常干净的运动，最后一个旋转，跳进入的联合旋转，
金淑贤自由滑得分118.93分，总分178.26分，现排名第一位。